阵风，南军河北吹，少林武当功，开启八卦连环掌。梅花桩，棋盘大千为帅，演练时作为左右对称，处事大方，巧自成拙，潇洒自如。俗话说，年年知道有没有？年刀月棍日日将，他的练法招式更加灵活，步伐也能进能退，变化迅速。我们中华武术身法的变化也更加灵活。